这里坐落着一座阴森肃杀的堡垒，堡垒前有很多少男的尸体。据说这些男孩子们都是因为试图接近这座堡垒而被射杀的。为什么要接近呢？与堡垒里面住着一位美丽的公主，但要接近她就要穿越堡垒外围密集的人群。一位少男坚持外围游击战4年，其精神非常可嘉，可最后还是中枪了。如果他再坚持久一点，无非只是延长了他的死期罢了。有聪明的小伙子，他知道公主喜欢什么，在城堡外弹奏着公主最喜欢的歌曲，直接被拒之一枪毙命。这个家伙直接开着宝马就闯了进去，我也只是为每天的焰火表演添料罢了。20余年，没有人目睹过有男人真正进入过这座堡垒，只有公主每日冷冷的守候。就在城堡不远处有一座养鸡场，于天那个姓敖的厂长也来到了城堡外围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城堡外围的火力对他根本就没有用，他穿越着火力网冲了进去。大门撕开的那一刹那，他看到了早已等候他的公主，犀利的步伐促使他飞奔到公主面前。就在他的手即将牵到这个女孩左手之际，什么时候在这个女孩背后出现了一个男人？他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？没人看见，也没人关心。这个男人可能早就在公主的心里占据了位置，就像是一段幽灵猫的传说。就在敖姓厂长弥留之际，他隐约看到了公主暗淡的神情。他知道这个幽灵般的男子一直在蚕食着公主的内心，但这位厂长已经无力再给别人了。锤子鱼啊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你看你现在样子像个球，给你妈就活了，啥子烦恼都没得。老婆，女人如衣服，穿脏了再换一件就是。你说啥子？说脏了是不是？哎，我咋敢嘛？这不是在劝她的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俩够了哈，你们俩够了。妈，活不下去是不是？大张，哎，把那件事给她说，老子打包票，她娃听了绝对口气把就闷了。哎，我听说你初恋要结婚了。你一定还记得那座城堡公主的故事，这次给大家讲一个时间更早，也是一座城堡，无数的少男突击这座城堡，为了里面的公主。但那时候已经是这座城堡的国王，聚散总有时，终于未来的新郎出现了。当我醒来时，除了凝结的空气，什么都不剩了。你没收到他请帖吗？就算收到他的请帖，我也不会去了。我不想在那一天让他尴尬。你们没在一起很多年了吧？其实我打心眼里是为他感到高兴的，只是我知道这种滋味，说不出的复杂，对吧？长兄，我上班去了。你最近经历太多了，我建议你出去走走。Thank you.
什么事？哟，这位是？这位是鸿雁广告公司项目部经理老彭。我们公司董事徐总这次特地要求我来见厂长。哼，你们徐总我7年前就认识，不需要你费话。想不到厂长年纪轻轻就能认识我们徐总这样的大人物，后生可畏啊。我听徐总说厂长平日境界极高，喜吟诗作赋，今日当着各位老总的面，不知能否赏个脸。我们厂长连夜赶赴这里开会，非常疲劳，恐怕不能满足各位的雅兴。哎，不，既然彭经理今天有这个雅兴，那我就好歹给各位谢个丑。好，床前明月光。哎呀，一开始千古绝句的气质就出现端倪了。疑是奴后霜。哦，举头望明月。你好。低头射银江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短短几句把一个单身狗的窘迫境地写得惟妙惟肖，想必是敖厂长最近的真实写照吧。非，这句其实是送给你们徐总的。我们徐总现在正和他美丽的未婚妻在塞舌尔拍婚纱照，您的美意恐怕一场空啊。这次徐总让你来找我有何贵干？不瞒你说，国内 RPG 领导者网易游戏重金打造的首款 3D 动作冒险手机游戏《天下 HD》最近公测，想请敖厂长出面做个广告。游戏采用端游 3D 引擎 Neox 开发，媲美端游的技能特效和音效配乐，联机瞬移大招。首款玄幻巨作《山海经》题材手游，以网易畅销的 3D 网游《天下三》为原型。停！网易的手游怎么轮到你们徐总来给我担责？厂长有所不知，每家游戏厂商都有一定的营销推广费额，他们一般不会第一方联系客户，而是承包给专业的广告策划公司。这次天下 HD 的宣传就是我们徐总承包的，徐总念与你7年交情，只要你敖厂长敢接这单子，徐总至少给你这个数。5毛。韩总，我看你是生意场上铜臭气沾多了，不懂江湖规矩了吗？谈生意你扯上层建筑干嘛？这次我们不打关系牌，直接拿钱说话。敖厂长只要你敢接，徐总就给你5万。得了吧，这钱还是你们徐总留给新娘买礼物吧。孙凤梅，厂长，我有一事不解，鸿雁广告公司给你5万的高价，为何不接？小畅啊，诸葛亮当时真司马懿妇人之福，侮辱他，这5万就是徐总赠我的侮辱之福，我若接受了，在工商两界都会沦为笑话。徐总7年前抢了我初恋，如今终成正果，也不忘挖苦侮辱。想不到姓徐的已经名震业界，也不忘为难，这个恩怨何时是个头啊？这不是恩怨，是情仇。小陈，你连夜赶回车间，让车间根据枪械原理改造一把微型口红枪。我带着这个子弹去赛事，这事情必须得有个结局。哎，厂长，容我多嘴，徐总小肚鸡肠，你胸怀宽广，何必跟他见识？夫为不争，天下莫能与之争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难道所有的情敌都用死缠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吗？
这个子弹不是送给新郎的，是送给新娘的。